我们期待的重头戏啊，就是检方他接下来会如何回应我方的这个446页的我方的动议。那么也就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我们看了数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啊，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屏幕上有一个灰尘呢，最后发现不是啊，他的右嘴角啊，唾沫，白唾沫，叫做唾沫横飞啊，这个文字啊，唾沫横飞啊，而且是单边的飞，单边的飞，看见了没有？你们仔细看一看，嗯，那个，他好像喝了也是这个啤酒啊，喝了啤酒以后，那个泡沫没咽下去，在嘴角就拼命的往外冒啊，白的白色，看见了没有？国宝肉看见了，我还说呢，我说电脑擦过呀，屏幕挺干净的呀，没有这个污渍啊，怎么有一个白点呢？后来我仔细一看，不对呀。哎呀，他唾沫啦，再加上这个文字穿这个什么这个山寨的机翻身啊，多难看呀！哎呦，像这个老太太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肉眼神不错，是。我看看能不能放大呀？哎，好像不能放大，这个不能放大。行了，他这不说了吗？这个郭文贵的律师啊，那个起草了400多页，420页，这个交给那个检察官，让检察官看一眼啊。5月14号之前啊，那个 Williams 检察官啊会做一个回复，说滚，打回去，还是说哎呀来吧，反正那个没这个闲着也没事，我给你玩玩。嗯，蚂蚁们，文字你如果来听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我们的，这是郭文贵家族、于建明家族，包括王艳平，还有后边的一帮那个猎狗。吃你们蚂蚁血，这个案子是针对他们，别我们，你要说我们，你就意味着你是郭文贵的一份子，郭文贵诈骗洗黑钱的一份子，知道不？我们的律师，我们的官司，